女主王子她说喜欢炭发狼，最喜欢炭发狼哥。你傻的？他说当你傻，当然说是当然是独行客哥。拜东的，拜东喜欢有没有拜哥？我不记得拜东对永不言拜哥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他一串那个机关枪的喊麦，永不言拜哥，谢谢永不言拜哥，谢谢永不言拜哥，所以他对永不言拜哥印象深刻。他刚才说他想让蝴蝶对甜甜的对炭发狼哥说，他说漏嘴了，他说甜甜的对独行客哥说啊蝴蝶说等一下我甜甜的对你男朋友说，等一下你男朋友爱上我了怎么办，他对妮莎说蝴蝶说你喜欢独行客哥，我喜欢炭发狼哥。妮莎又霸着独行客哥。若喜最喜欢哪位大哥？若加马大哥破台 number one 来过目。他说他喜欢每一位大哥。哪个？他说大哥阿广啊，我不是大哥，还不明大哥。嗯，把大哥阿广，谢谢若。五百大哥真厉害，宇宙之心飘屏了，如此珍贵不易在。阿广家人把眼看，永不言败，大家爱，希望再次来期待。好的，谢谢。蝴蝶唱个歌吧，蝴蝶。独行客哥若最聪明，喜欢每一位大哥。是啊，若好聪明啊。独行客哥把若叫皇，皇帝丁来。马大哥脱困，他说，他若是喜欢每一位大哥，然后他是希望炭发狼哥一个人在他的心底。是该的，是蝴蝶。他说不是，他说是蝴蝶，不是若。我没有毛啊，他说我醉了，我晕了，我没有晕啊。
谢谢胡林。潘法郎哥，我是真的给阿健加油。好的，谢谢汤法郎哥，谢谢汤法郎哥的大气啊。你指望这汤法郎哥咋整的，一朵玫瑰花都不是，蝴蝶都表示了啊。你指望这调侃你说你表白汤法郎哥，你怎么治嘛？哦，汤法郎哥送妹和叫表白汤法郎哥了。他是汤法郎哥不表白他，他想很多。汤法哥哥表示蝴蝶爽歪歪了，聊聊天，对，我们聊聊天嘛。永不言败哥，你有个外号叫楚留香啊，香帅楚留香。妮莎在玩头发，妮莎好调皮的。我们这里不是经常有水果吗？有水果啊，有橘子，有黄瓜，有时候有苹果或者香瓜这些啊，或者有时候有零食。妮莎她是吃，她是个可爱的吃货，她经常去了。有时候别人上茶艺的时候啊，她就去剥橘子吃啊，或者削黄瓜吃啊，或者翻零食吃啊。她但是她每次她经常，比如说她剥了橘子，她会给半个给我，或者然后这个黄瓜削出来，她把一个黄瓜切成四半，或者会给我一半两半。但是我平时我吃东西的时候，我注意我是不要离这个让话筒能够听到声音嘛。那妮莎她很调皮的，她总是管，有时候还故意把这个话筒凑到我这个嘴边来，要让我的声音全到话筒里面去。我说你好调皮，我说我，然后我经常要蝴蝶安排茶艺，妮莎总是都要蝴蝶安排我上唱歌，我上要他安排我上茶艺。有时候我开播的时候，我说他们每个人自我介绍，他们自我介绍一完了，然后说，哎，我是蝴蝶，大家好，我是蝴蝶，大家好，我是妮莎，他还接上一句，他说大家好，我是阿光。巴士啊，妮莎和蝴蝶说下次想跟我去巴士玩，他说就是要北京啊，妮莎说想去中国，要北京去，也去玩啊，去玩啊。法郎哥，你只实话告诉你，我拒绝见你，他都可以一个人，他都晕了，有两三千公里。汤法郎哥的魅力，我是绝对的幸福。教授出镜拍一些认真追妹子的视频来吸吸新粉。我也想追妹子啊，但是首先就真实啊，不能演，不能摆拍，所以说现在没有这个，不具备这个条件啊。要是有妹子接受我的话，
我追他，我肯定会认真的拍，认真的追。让别人吃，听到我吃东西的声音。昨天一下个顾客探发狼哥的聊天录屏有3000多的播放量，嗯，好的。谢谢一下过哥非常的支持我们，谢谢探发狼哥、独行客哥和各位大哥啊，永不言败哥。探发狼哥已经送了一盘珍珠，作为聘礼给忽略了，请通知他妈妈。我不敢说，等一下梨子真的，等一下蝴蝶真的误解了那就麻烦。独行客哥，阿广就先带到西双版纳。打个边民警就可以的，可以的，独行哥哥，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一定带他们去中国看一看。啊、你啥？见面也北八台金，北跳八台金面贴吧。我说你是不是真的想去中国看看？他说是的。他不北跳吧？北跳不该八台金。OK。我说哪天我们去玩吧。他说他们俩还是想去探发狼的家乡，探发狼哥和独行客哥的家乡。啊，唱个蝴蝶跳个舞吧。和两个人跳吧，和你傻两个人跳。永不磨灭的，就行动一次去云南 ，OK。小布林兄弟，我今天开车跑了几百公里啊，晚上又在这里工作，明天没有视频啊，明天我可以弄掉弄个短的。先给妹子们办个护他们去边境的话办边民证就可以了。大哥们的精彩瞬间，阿广应该全记录珍藏起来，感恩有流程。是的是的，枫叶你说的对。独行哥哥，我和探发狼哥是两个方向。他可以同时去，他可以先去独行哥哥家做客，再可以再去，等一下我问他怎么办。
谢巴西林兄弟。谢谢巴西林哥。狐狸，谢谢你三，他们两个人还要摆个 pose。辣妹和纯欲系，对，这个我们妮莎好纯的，好纯好可爱啊。大哥吧，你好可爱，妮莎可爱。又可爱又漂亮啊。Lisa 跟布莲啊，你们两个不是说要去探法郎哥和多星克哥的家乡玩吗？要顺风波米吗？呀，北跳搬探法郎哥哥搬多星克哥吗？想去是吧？多星克哥吧，总搬波米摊掉，黑鸟来。这白天鸟仔不他说他们去，他们在路口等你们，等你们过来见他们两个，陆星哥哥探马郎哥。有没有麦克蝴蝶怎么看起来比林莎高？应该是视线的问题啊，刚才蝴蝶在前面，林莎在后面。探法郎哥，浙江和江苏很近的。肯探法郎哥哥肯独行哥哥不该。不该不没该了。你说什么？他说不远就好，要是他们以后真的一个嫁给了探法郎哥，一个嫁给了独行客哥，他们两个还有个伴可以在一起玩。六九说大哥们很有爱心，超乎常人的思维。多星哥哥这么小的年纪不会相信商务前景。对对对，阿广可开车带四个妹子去西双版纳，可以试一下，我们可以先办个边民证试一下，到时候阿广问一下老夫。好的，多星哥哥，我问一下老夫看是怎么
这个边民镇这些老夫好像还比较了解。他们是坐火车从万象到摩丁，哦，不是到摩丁，直接坐到中国去了。那时候我得跟老夫了解一下。带上蝴蝶、猪肉妹、拜西胖爷 ，OK。他是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多星哥哥哈哈的老婆也是没有护照，他是去了去什么啊？好像是这样子，他们是弄的有几个人，他是弄的边民镇去的中国，去的西双版纳。其实他们第一次去西双版纳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也第一次去的话，他们可能也是不太敢走得太远。冲仔之前喜乐乐姐姐说可以邀请，嗯，对对对，他们也可以办，很多人，很多大哥也可以办，办商务签啊，邀请函。晚上好，中意两个，到云南走一下，哪天可以，这真的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多来几个户外直播。大哥哈哈老婆阿胜老婆是办的边民证。多情哥哥恭喜没用都不能去，也是一段美好的难忘的回忆，在泥沙心中也是一段美好的难忘的回忆，和多情哥哥在一起的相聚的日子，我估计丽莎很多年都不会忘记。是的是的，快把啊独行客哥叫个独行客哥别那时候的独行客哥睡觉的，快把叫个奶奶逼不得人，明白吧，奶奶逼很多年不会忘记，奶奶逼顿顿不得人。是的是的，我这刚才我这个有说话也是刚才就是有点那个有点口音，可能他们没听太明白，我也跟他重新说了一遍。我说问一下他们知道中国有多大吗？ OK， 高粱叫户把他经烟掏带吧，烟料带吧，他说他看地图中国非常大，烟和他在我说有多大，到底有多大，他说他说不知道怎么说，他说他那烟过来，然后你要说比巴特比老挝大，他说老挝这小手指这么小。他说中国好大，人口非常多，那是都是男人多女人少，他都知道啊，他说中国比较富裕，很有钱。
他说在万象都是中国人在那里做大生意，卖车啊卖什么的，那些卖房子啊，这些都是那些大老板，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啊，他说去万象看那些好好的房子别墅，很多都是中国人的。面积是他们的40倍。巴特金克干西西巴特劳。西西干巴特劳。西西巴特西西巴特。嗯嗯。啊，是的是的。他说是不是40个老窝加在一起才有中国这么大，我说是的。啊，是的是的。嗯，他说中国比那个老挝和泰国加起来还大，是不是？我说是的。嗯。他说他担心中国这么大找不到独行客客。他说他们在这里等你们，担心遇不到见不到。你说什么？嗯，困进来困嘛，睡觉。嗯。嗯。福利说，他说其实有一些中国人，有的是或者是。线下的朋友就介绍过啊，或者有的是在网上联系过他，他都没有感觉啊。他说他只对塔法朗克有感觉。他说不能说探法兰哥了，等一下他说担心探法兰哥逼着他不见他了。嗯，你说什么？丽莎说，他说他这样说，大哥独行客哥会不会生气？大哥会不会生气？谢谢流浪哥，谢谢流浪哥，感谢流浪哥，谢谢。他就是他独行客，他说的就是今天聊的天嘛。他说有时候聊了独行客哥、探法郎哥，他说担心大哥会生气。啊，其实泥沙他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是很没有心机的。像麦西说他19岁就像15岁、16岁样子。有两个鼻孔出气的。德行哥哥话不得 care 啊。德行哥哥说不会生气。他说德行哥哥喜不喜欢他。欢迎半天哥，欢迎半天哥，半天哥你好。妹子们心存一个美好就是最美人生，何必真实。对，我也这么觉得啊，你傻好单纯。
前面两个没给，那就是，那就上个才艺吧。我们在这个拜东跳个舞吧，拜东。啊，今天不 PK 了，我们大哥们支持非常多了，我们聊聊天呀，上上才艺就好了。我扮Gangnam Style。Gangnam Style 낮에는 따사로운 인간적인 여자 커피 한 잔에 여유를 아는 품격 있는 여자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뜨거워지는 여자 그런 반전 있는 여자 너는 선어해 낮에는 너만큼 따사로운 그런 선어해 커피 식기도 전에 원샷 때리는 선어해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터져버리는 선어해 그런 선어해 아름다워 사랑스러워 그래 너 그래 바로 너 아름다워 사랑스러워 그래 너 그래 바로 너 지금부터 갈 때까지 가볼까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Gangnam Style,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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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n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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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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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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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 성숙해 보이지만 볼 땐 노는 여자. 이때다 싶으면 묶었던 머리 푸는 여자 가렸지만 웬만한 노출보다 야한 여자 그런 감각적인 여자 나는 선어해 점잖아 보이지만 놀 땐 노는 선어해 내가 되면 완전 미쳐버리는 선어해 근육보다 사상이 울퉁불퉁한 선어해 그런 선어해 아름다워 사랑스러워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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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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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에이, 섹시 레이디 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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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에이, 섹시 레이디 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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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옵 비는 놈 그 위에 나는 놈 baby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놈 비는 놈 그 위에 나는 놈 baby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놈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Hey, sexy lady 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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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Hey, sexy lady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好的谢谢拜东